各位列席官员，大家早，请曾部长。好，请部长。各位你早，部长早哈。是，国防部预算只有280亿，是，事实上和中央政府总预算1兆6000亿哈，比例上非常小。刚才看了你这样就领进点没，虽然点不划算了，我终于把这个报告呈报告完毕哈。事实上，我们今天在意的不是预算的问题，我们在意的是整个司法减调、行政里面中立的问题。尤其现在选举将至，剩下十几天，调就找一刚来对，那我们再回顾前面十几天，就可以看出台湾整个司法减调市场大。全部介入选举，这是民主国家悲哀啊！悲哀终于判了，但是呢，自从周三尊判了以后，我们看到马英九既然讲可以介入个案，不符合人民期待，而后在总统府召三院院长，然后表示他不会漠视，接着我们看到了阿扁判下来了，好。坦白讲，这是中满的政治操作。范南君礼拜11月21号也要上街头去反贪腐、司法改革，这是何其荒谬！本校这里告诉曾部长，坦白讲，有幸当国家部委首长，要追求历史上的定位，不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一点你要放在心里。那我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你哈，现在本案判下来了 ，OK。那北院扫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划线执行？跟柯委员报告，我们法务部对于所属机关要求司法人一定秉持中立，也就是一定要公正在执行，特别关于选举查查这一部分，我们要求的工作目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公正。那这一部分，我想。我问你，平时还故意违规？你要选举公正？我先把刚才委员提到的，那之后我要跟委员报告关于那个委员提到的扁扫能不能执行的这一部分。那依法部的立场呢，我们对于个案的执行是交由执行的检察官在决定。那么在整个程序方面呢，那个他是。要等到最高法院把这个确定的案件的卷宗送到最高检察署，最高检察署呢再发交给高检署，高检署没有时间搞，时间就搞了。对，好，还要一定的程序。现在马上要面对问题嘛？对，没有错。那这一步呢，我们由办理地检办理执行的检察官来决定如何执行，所以我们法务部。没有意见，我们尊重承办执行检察官的处理。我定了，坦白讲哈，你现在们闹了半天，当然你的答案就是交给检察官去执行行理处理嘛。哎，在法律上规定是这样。这有法的规定嘛？今天行政法的规定很清楚嘛？你连那个陆客来台国赔，你都可以解释说可以申请国赔，你连这个面对问题你都。你就没有办法回答，你当什么部长了？那我没有解释说可以申请国赔。那我等一下再谈，好不好？好，我们现在针对这个《经济信息法》第11条的规定，是从法上规定来讲的话，你的看法怎么样？《经济信息法》怎么规定呢？第十一条，这部分执行能不能执行呢？当然，监理他说到有两个条件，不要都执行了。是，这罹患疾病，好。执行有伤身之疑的，好，建议寻求来摘掉。我看你现在哪给你看了？第二个就是他摔倒、残废、无法自己生活。用第一个困难方的发生性命问题，第一他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他是摔倒残废。那请问这样的条件下，要怎么可以是不是执行？我今天不是说扁扫要不要执行的问题，我们从法上来论法了。是。监理这法这样够清楚了吧？很清楚，法律规定的很清楚。那你干嘛呢？那就是说，检察官如果
法监执行，那监狱本身就要根据监狱刑刑法第十一条上面的规定，他们要去斟酌，但是他们斟酌是要有依据，也就是说要。你这个问题，难道这几天你没有在想这个问题吗？你们哪部内部没有在研究这个问题？只要没有的话，你们根本严重失职吧。这马上来拄到问题，你几乎刚刚无相信讲，你某天你某交矫正司委、矫正署这些人，包括市长这些人来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如何面对，马上要面对问题吗？内部有在研究，但是内部研究至于具体的他病情的情况，还是委由执行的检察官跟被发监执行的那个监狱。你们讲这，基本上讲你有研究，到底也是有问题无？哎，关也无有问题无？你担心哪要关？你们要做到什么呢？我这样问你，只要真的要执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嘛？我们你不能把它关到一半死掉，那个变成社会的大对立啊！我们研究了，你有没有帮？要如何去防范？真的，你要关别人意见，对，不然是爱关啊！爱关，不要怎去过好，没发现问题，这个才是重点啊！你们要想这个问题嘛？总是关于不关于两个角度。你总是要有一些防范措施，或者是你部里面一年281里面这种简单的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田螺高度瞩目哦。我们研究的是程序上该怎么处理。现在选举前，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会发生很大的政治风暴了呀。我们充分尊重那个将来如果承办检察官发监，而监狱呢，根据监狱，我现在问你，你要发监的时候如何防范？如何去做医疗照护的问题嘛？不然另外一条就把没有错。我们现在先谈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说他这边要关，哦，你们检察官跟觉得他要关，监狱也敢说他，你要怎么去防范？要怎么去照顾这个问题？那当然，这全国首例了。当然，如果监狱接受，认为可以执行的话呢，那么我们在医疗照护方面，我们绝对要充分的加以保护。坦白讲，台中培德医院那种医疗设施哈，基本上并不还是有问题的、啊。虽然它是比较好的，有医院的问有问题，我今天在点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何不你要很责任，要去看待，很严肃的看待一些问题啊。未来检察官会不会发给台中监狱？提高钱还没有还不晓得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台中监狱的培德医院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合作，没有多时间好不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哈，国会这个检察官行政中立的问题啊，选举搞啊，干么官都拢都是懂了。所有南京的五都候选人被检举，从来没有传讯过。邱毅，黄章一检举，马上检察继续办案，而且见机离局的。上礼拜是又传信陈局，我想你只要一下好兵怎么不又把重号买，这很清楚，这个检察官已经被人正正的攻击，这点我们最担心的。市长，你当部长还是这个情形没有改善啊？就是我们绝对要求检察官不能潜入政争里面，讲对外讲是这一回事情啊，不是事实是这样，在三岁小孩子看得出来，整个司法道之心大家都看得出来，你看这手脚。斑斑看看很清楚的、啊，部长，是，我希望哈，你好好做一个能够在历史上追求一点地位的部长，好不好？我一定负责让我们的检察官。那入个国美，你更是离谱。你既然说可以考虑打算给入个国美，你用什么法？加拿大人打量了。目前呢，我在。一次对媒体讲话的，我没有说我们已经决定认为可以。你说内部研究那个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你在研究半天，别找这个事情，马上明后天要发生的事情，你先不研究，那个怎么研究？这陆客跟我们台湾缴过税金，有没有台湾设过户籍？这怎么国赔呢？而且这还要研究，你这个法务的法律上素养是这样的、啊。陆客那件国赔的案件根本没有提出国赔的申请，你就说对还没有发生，你就当然可以提出了、啊。你刚才讲研究，我不是，我没有说可以，这随便想也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听到欧洲事件的时候，也没有他们有人赔。我们是朝向说可以，请你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我们是这样两面。这狗公的话，我写成章，我上报纸写的文章，你就马上研究，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你这整个就是司法在操作嘛。不是，我们是基于事实。所有的台湾人民
因为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都深了。这些陆客没有一天在台湾找过税金，不敢国家爱，台湾无好金，什么考虑国赔，等大方可以提出研究，根本瞎扯吧。所以当时我讲说，那件案件国赔能不能接受？你这感情解决，你这个逻辑就有问题。这件解决说不在，我空那个代志。我们说是由主管的交通部在决定。好，没有，警察总长。好，请总长。部长，请坐。柯文好，等等，没有执政以后，若有控制警调司法，斗争了陈聪明，你才有幸上这个位置。好，这个答案很清楚了。所有任期保障的不进来原则全部不见，包括虽然院长赖英照也如此，中选委主委张振雄也是如此，然后提前全部检讨，因为全部下台。今天大家对你有期待，你也是司法英雄铁汉等等，大家都整个了解。好吧，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份判决下来，你们还没收到判决书，特侦组这样讲说，就马上说要上诉，马上就讲话，你们说一定提出上诉，你过去有这样做吗？我想跟委员解释一下，我们那一天礼拜天呢，召开记者会是针对拉法叶不上诉召开记者会的，然后因为记者临时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早就研究过了。在扁案的那个上诉书啊，龙潭案啦、啊、南港案啦、啊，都跟职务有关联。我们对这个至少你把矿委矿方书学垮解。哎、欸，他有新闻稿，他有新闻稿，他有新闻稿里面的那个这么挤吗？有，他有新闻稿都看到。那哎，你可以不上诉，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是，苏建和已经二十几年了。是，他总共来回法院多久？这部分一审二审有高检来研判，总共一审二审跟一跟二。再跟省再跟一个跟个，相当二十几年了。对，相当久。你既然讲大法也可以不上诉，曹英仁案也可以不上诉，苏建和是平民这个案子，当初这证据不足，已经二十几年，即便苏神华也救不了这个案子，你知道吗？那我问你要不要上诉？这一部分这样子你马上就会回答，如何南京的政治利益，你马上就回答，配合时间马上回答。不，这人前的案子呢，这一部分由台高检收受判决以后，人家东西长官东西走，东西走了。不是，拉法叶是因为特侦组的案件，说我有职责对这一部分了做一个研究，然后做一个决定。总长，郎云鹏办理不办难了？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对。刑法120的滥权不起诉是不是有罪？对，滥权不起诉。一年以上。对对，没有。一年以下。对对。为什么特别会找到现在这哪棍子？否则这到底这边去办理不到完了？没有那个特别会，困难一讲，特别会的那个部分了、啊。总共是我们从比龙特侦组的检察官5月21号接案以后啊，我们有截掉35个人，35个人大部分，35个人大部分都是这个查无具体事证，或者是他的举证有具体事证，刚刚说的。因为特别会私立施工的大家都有，对，为什么男的一个办不出来？那现在有时候陆陆续在传讯呢，陆陆续在传讯。我希望你好好表现一下，我们都把凭证给调回来，然后陆陆续续在传证。东西今只要改成中国人了，对，一定这样做。我以往恁拢让行政中立，对对，不要随意搞，该查会不查会，不会，南京就放过，不可能，不可能。然后全部就是真真。好，各位员，不可能。总长，是我们。看看你什么时候办一个特别的人证给我们看看。有，现在陆陆续续都在查证中。你不要告诉你犯了刑法，有天你下来，这个孩子会跟着你的。哦，不会，不会，不会。我跟你讲讲，我们依法依证据。陈一南主任，我曾经问他，哦、为什么你办理不办难呢？为什么不敢全在全部起诉呢？他回答一个话，啊、很妙，因为俺办了打个东代志。OK， 就陈一南这句话，我要看你们怎么办。陈一南说。我问他，在这走廊上问他，为什么特别会南京都不办呢？这么久都不办呢？好了，要办大家拢有代志。对，我们现在这代表说你们南京都有。有一天刑法125条，你们滥权不起诉的时候，这跟着你一辈子的。对，我知道，我知道。好，谢谢委员哈，拜。